慢嘅唯一啊。係啊，咁曾志遠咩又頭？嗯，有啲香。好啲咯。四個前面都一無是處。哇，好像去比賽。等好了，对啊，一直不出手这样子，一直在等等。你看清楚了。对啊，一直等等等。奇怪，他打球为什么球会飞特别慢？这样好像那个充容度很够。对啊，就好像球都在等他这样。他可以击球的那个点太多了。对啊。我球是对他很重要的。对啊。如果是。他们全场会全场，当然啦，都不一样了。是呀、啊。你说我是全场会全场？当然啦、啊，我知道啊。我就看他打那个我们的那个李宗彦啊，他打动作人家都根本不会，完全都晃都没有晃，像我们会晃一下，他人家晃都不晃，等你出手而已啊，所以就没有用了。打我们这种可以这样子啊，那是他都不会打那种，算了，打那种真的不要快啊，只要一个快你就全部都没办法。来，我看他跟上来，我跟你